两边要改变，这里有一个叫做素材包，没有？有、哦。哎，这里面有只放三级这样子，哎，没有了，好，那我放掉，那等一下我再放上去啊。就是素材包，你如果到我们这个 Photoshop 的这边来哈、哦，它上面有，那它上面有五个专题啊，哈、哦，五级，你看这里有一个素材包。我要素材包教材区，好，你从这边进来，好，它里面就有五级哦，一二三，我是比较喜欢一二三的哈，因为一二三的会比较黑，它这里有一二三四五个嘛，只是第四跟第五很多，你看，一二三只有三个嘛，四五是很多，它这个很大哈、哦，那。一其实也蛮大的、啊，一也是好几百米的哈，所以等一下我会传上去。那么我帮我们传上去之后，我再跟各位说明一下好了。那现在呢，就麻烦各位，你先把就是找到档案，好，你可以稍微梳理一下，大家想要怎么样做展开的一个照片，去看看，好不好？差不多，你今天素材吧，里面就三个档案呢，有没有？那这里面呢，你看一个四百多。一个三百多，这一档像是六百多，都很多啦。所以你不要整个资料夹，你就随便挑一个就好了。反正这是一个压缩档嘛，哈。那要怎么用呢？这样用，比如说我挑这个，我就勾勾两下，点开。那刚刚各位你不是都有从我们网络上有把我们那个 Photoshop 拿回来，对不对？那个程序，首先第一个。你要告诉他你的 Photoshop 是放在哪里，这个不是你放的位置，很多人是放在桌面上啊，对不对？所以这里要麻烦你哈、哦，按一下浏览，你告诉他你的那个 Photoshop 是放在哪里。以我这边来讲的话，我是放在这边，好，在我的应该是，嗯，这里。好，我看到了，有吧？在这边，我就指定在那边，就按确定，然后就切过来了。好，你就按，看起来像安装，实际上只是解压缩，只是解压缩而已哈。所以你选到那个目录，按下去，这样就好了。好，那当我呢，等到它做的差不多的时候，你的软体 Photoshop 不用重新启动哦哈。你来这边看一下，我现在这样进来的，从这一点。有没有发现我多了好几个资料夹？对不对？我们刚刚这方面都没有资料夹嘛，这是他送你的，你从这边就可以看看有一些会多一些东西出来。那这个是第一集里面的，好，实际上还有啦，还有很多啊，你就可以找看看说，哦，你看是不是你的素材就更多了？假设你要这个，就把它 OK 就进来了，可以吧？好，那当然这个素材包的品质有好有坏啦。好，所以你可能去看看，像它这个去垢效果就稍微比较差一点。好，去垢效果比较差。事实上素材包进来之后不只是只有这边，我们下这一根钩装外框啊、套模板啊，这边就有更多可以选择，那你的编辑性也会更强。好，好，我把画面就还给各位了。你可以挑一个哈，素材包你挑一个就好了，不然它等一下你要传教，然后传很久。你要比较小的，你可以看那个第三个，第三集的，好像三百多吧，